开飞机，可以打手机吗？当然可以啊，因为天上有没有警察。但是你得有一个支持蓝牙的飞行员耳机，把你的耳机连上你的手机，这样你就可以一边听着塔台的动向，保持和其他飞机的沟通，边还能开飞机打电话、听音乐、听书，完全不耽误你开飞机。小飞机可以上厕所吗？那想上厕所了怎么办？忍住呀，小飞机是检查一个人的膀胱功能是否还健在非常好的工具。要知道我们所谓的小飞机就是我们学飞时候的那种飞机嘛，有两座有四座，基本上一次出行是不会超过两个小时的。那如果说你在有准备的情况下，但是这两个小时都憋不住，那我曾经啊有过一块学飞的伙伴，就是那种我飞出去你飞回来的那种。本来呢我们计划的好好的，在哪个机场停哪个机场不停，结果由于他膀胱功能的缺失，造成了我们每看到一个机场都要落一下去一趟厕所，不仅浪费了时间还浪费了钱。所以呢你们记得一定要找膀胱功能好的副驾和乘客，不然的话浪费太多。嘿嘿呀。